喂，那个时间过得快，来到了 ending 啊，然后很开心今天的那个唱作俱佳有你们的参与。那我每个礼拜三都是这种节目，如果说是只是来观光的话，如果下次还有遇到礼拜三的话，也欢迎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。然后希望下次你们也可以带着你们的乐器上台唱歌给大家听。那最后一首歌，那种也许有一天送给大家。哎，没错，对。